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次练习比较整齐，哦，翻到，哎，个以前有更正过，嗯，我们五十五 A 的一二三四五第五行，那个阿比斯达纳阿比斯蒂达，那个是不是小馒头啊？是不是 S T H？ 以前是有更正，你像那个小馒头，什么叫做小馒头？有啊，有更正过啊，那个要变成 S T H A， S T H H I， 对啊，那个下面那个他把它改成 S 一样。知道你是讲换轮这个？哎，对，因为换轮。换你的罗马这四句不配合，能加时所加时，当然，
局长，没有这个，这个是把它圈起来，下面的那个塔变成是所有都这样子嘛？哈，最后一行也是这样。对呀、啊，对、啊，所有这个字都一样，因为这个是虚等化人，在大章经上虚等化人，几乎他通通写错了，写塔。阿迪斯塔那。嗯，这个座椅是有人说的，在别的版本上，在好像在黄山石记或哪里，我们这个大藏经上好像少了两个段落，好像有少了一些字。第一个在一二三四五第五行，刚刚这个哈 ，Prani Sarva Tathagata。赫利达亚阿迪斯达纳阿迪斯蒂达的前面，普拉尼当萨尔瓦这中间好像少了一段，叫做萨尔瓦达塔嘎达马蒂达夏布米普拉迪斯蒂德，有没有讲过？没有讲过。有啊，这个第二个字哦，哎，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大耳朵，不是一个小勾勾 ？D T H。I 是 ，H T 啊，对啊，不是那个您那个是跟塔，是第二个，对 ，T H I T H I 这个对，那个勾勾是拿掉，旁边那个都是没有，这个哎对，我现在写的把它补上去这一句话哈，给你们做参考而已、啊。以后练不要，也不要加进去练。但是，因为这个是黄山石经文上多的字，我还是写下来给你们做参考。这个普拉尼后面加在这个普拉尼后面哦，加在这个加什么？加上了。这一句话是黄山石经上多出来的啊，但是我们这个大藏经没有的字啊，就是这一句话啊，加在一二三四五第五行、啊、第一个字 Prani 后面那个 Sarvada Tagada Hridaya 的前面，在这一话中间，这个念一遍啊， Sarvada Tagada Madi Dasya Bhumi Pratisthite Pratisthite Pratisthite。 我是刚那个加持啊，后面他那个加持有一个问题、那个能加持的那个地方是他哪，那个他是长音还是短音？因为我在后面第五十六页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他那边是没有长音，五十六页最后一行那个是他的他。哦，对对。那个没有长音，可是前面这边有长音。但是我这个我书本上所有的阿迪斯达纳都是有长音的，改过了。那个好像没有这样的，要那个也要加长音进去。哦，他是要长音的。嗯。最后第二个字，嗯，查理当，是不是长音？嗯，那个利要改成，嗯，要改成长音，变成查理当，对，嗯，那个利的在左边改成在右边的，那没有错，我这个课本上也有改，没有讲过，对吧？我们新教还没有讲。好。再念一遍哈，萨罗瓦，萨罗瓦，达塔嘎达，达塔嘎达，玛蒂，玛蒂，达夏布米，达夏布米，普拉蒂斯蒂德，普拉蒂斯蒂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切如来啊，安住在啊实地的智慧，智慧实地啊，实地是一种境界的境界啊，安住在。实地的智慧啊，
特色是智慧实地，应该是实地智慧哈。这个熟地，大家知道那个菩萨神都是信住行回向在实地，实地是其实是最后等级的，初地到实地，然后才一个啊等觉妙觉，妙觉就是佛的意思哈、哦，所以实地是就是最菩萨位最后的一个位置，然后就是等觉，等觉其实也是等于佛，妙觉也是佛的意思的、但是在一般来讲哈、藏通别院来讲哈、在原教以外啊、只要入了智慧菩萨就是佛了啊，那这怎么讲啊？信住行证的这个智慧的菩萨哈、他的神通力啊、就可以速现八相成道，跟佛一样啊。这我在佛经讲的啊，在佛经上来讲哈、这个菩萨当然在《楞严经》讲，他是有62位，从信位开始讲哈。啊，信位一般来讲哈，在那个在《华严经》来讲，信位不算菩萨，信位其实是跟阿罗汉成的差不多哈。啊，初信的话就是初格，啊，三信的话是二格，五信的话是三格，啊，七信的话是阿罗汉，四格阿罗汉，啊，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啊，所以一般来讲，信位上来讲，初信到现在都还不是有什么神通，到七信位才有神通啊，啊，所以一般来讲哈，啊，在大乘来讲，原教来讲的哈。啊，诸位才算真正的菩萨位哈。在佛经里面讲哈，这个菩萨位怎么修行？菩萨位除了在佛陀在示现来人间示现啊，讲经说的时候来帮助佛陀啊讲经说法哈。其实菩萨位哈，你看那个佛经里面哈。佛陀讲经说法都要有菩萨起来发问，或者是他的大弟子起来发问啊。啊，其实菩萨他问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其实他们都会了的，他们不是不会啊，其实都是替众生来问的，替佛弟子来问的啊。啊，这个是一个菩萨啊，一方面做这种事情啊，然后。其实有些菩萨，我们在佛经讲说，哈，啊，所有这天界的天王，其实都是菩萨来担当的，啊，根据我所讲的哈，我所看的佛经呢，啊，你像那个毗沙门天王啊，高丽天子啊，他们其实都还是很高级的菩萨，是入地的菩萨来担当的，所以。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个天界那么多28天的天主或者天啊天主天王啊，其实都是菩萨位来担当的啊，来示现来做的都就对了啊。除了这个哈、根据佛经里面所读到的哈、其实像那个大地狱里面哈、无间地狱的地狱啊，那些地狱里面的鬼王哈、也是菩萨担当的，啊，就是菩萨以愿力去担当的，目的就是在度众生呢，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一般人哈，起五戒十善升天，不管你有功德做，有护持佛法的功德也好，哈，而是讲经说法的功德也好。还是你以禅定力哈、升到天界去哈、其实就是天上的天民，就是天人而已，一般的天上的人民而已，天人啊、
那天长是菩萨位才当的，一般人你没有，一般人的没有办法去当这个位置啊，除非你修到日的啊，日的啊，就是真正的菩萨哈，那个普贤经的那个华严经讲的真正的菩萨啊，一般人是没有那个。翻到69页，啊，一宝陀罗尼，这也是一样，念一遍啊，复习一下哈。南无，巴伽瓦帝，玛吉拉达拉，萨嘎，尼鲁格萨亚，阿塔嘎达亚，达迪亚塔，唵，苏贝，巴多瓦帝，南迦里，阿迦里，阿迦帕里。乌嘎达尼，乌贝达尼，萨夏巴迪，达尼亚巴迪，达拉巴迪，吉里乌纳迪，瓦巴巴迪，阿玛里，比玛里，鲁鲁苏贝，比玛里，阿达塔斯特，伊达塔斯特，伊什瓦提西，安库勒，安库勒，比迪米，比杜米，达达里，达拉达拉，巴吉勒，阿瓦鲁达尼，乌克乌克，阿克阿克。Vavisani, Vispapani, Vakavani, Vajyata, Sarada, Nirukosa, Tathagata, Mamri Samara, Samara Samara, Sarva Tathagata, Satya Malu Samara, Karma Satya Malu Samara, Satya Satya Malu Samara, Tata Tata, Kura Kura, Uraya Uraya, Vavara Vavara, Valani, Sumani Valani,一切如来心，密宝切印陀罗尼，有念过了哈。72页。这个有没有解释过？还没解释。啊，先念一遍哈。Namastriya。Namastriya。Sarva Tathagata。Om Bhumi Bhava Tavali Vajale Vajata Juru Juru Tala Tala Sarva Tathagata Tadu Dali Tadama Bhavati Jagavali Mudre Sumara Tathagata Karma Jatara Pravarutana Sarva Bodhi Vanta Namkrite Sarva Tathagata Akshite Bhagaya Bhagaya Bodhi Bodhi Buddhiya Buddhiya Sambho Dhani Sambho Dhaya J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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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du Sarva Abharani Sarva Abha Vidate Uru Uru Sarva Shoka Vidate Sarva Tathagata Vidale Vajirani Sambhara Sambhara Sarva Tathagata Buhiya Dhanani Mudre Ubi Subuti Sarva Tathagata Adistita Adu Garate Swaha Samaya Adistite Swaha Sarva Tathagata Paritaya Adu Mudre Swaha Supa Adistita Stupe Tathagata Adistite Uru Uru Om Om Swaha Om Sarva Tathagata Usmisa Adu Mudrani Sarva Tathagata Sadadu Vibhushita Adistite Om Om Swaha。可能过年期间大家休假很少练的哈，稍微练起来好像不是很熟，我们再练一遍哈。Namastriya Namastriya Om Bhumi Bhava Bhavari Vajare Vajata
就是大拉达萨拉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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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萨拉巴阿巴拉尼，萨拉巴帕帕米加德，呼噜呼噜，萨拉巴修卡米加德，萨拉巴达塔嘎达维达亚马吉拉尼，萨巴拉萨巴拉，萨拉巴达塔嘎达古希亚达拉尼穆德，穆德斯穆德，萨拉巴达塔嘎达阿迪斯蒂达，达杜嘎勒贝苏阿帕，萨玛亚阿迪斯蒂德苏阿帕，萨拉巴达塔嘎达维达亚。阿杜穆德里苏阿哈，苏阿提斯蒂达斯杜贝达达达达阿提斯蒂贝，呼噜呼噜，轰轰苏阿哈，嗡萨瓦达达达达乌斯米萨，阿杜穆德拉米，萨瓦达达达达，萨达杜伊斯达，嗡轰苏阿哈。接下来是112页，譬如这那佛大光顶观真言112页。这个咒座语很短，念七遍。Om Om Amoga Vayojana Mahamudra Nami Padma Jivara Prahavitaya HomOm Amoga Vajrajana Mahamudra Mani Padma Jivara Prahavitaya Om Om Amoga Vajrajana Mahamudra Mani Padma Jivara Prahavitaya Om Om Amoga Vajrajana Mahamudra Mani Padma Jivara Prahavitaya Om Om Amoga Vajrajana Mahamudra Mani Padma Jivara Prahavitaya Om Om Amoga Vajrajana Mahamudra Mani Padma Jivara Prahavitaya Om Om Amoga Vajrajana Mahamudra Mani Padma Jivara Prahavitaya Om Om 这个是我们这一期教的哈，教的咒语。那药师咒语念一遍，117页。117页，药师咒语一样念七遍哈。南无。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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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白沙界，白沙界，白沙界，三不干的耍哈，南无阿弥陀佛，白沙界故，白度呀，阿巴巴界呀，大巴大呀，阿弥陀佛，三不大呀，阿弥陀佛，嗡，白沙界，白沙界，白沙界，三不干的耍哈。南无阿弥陀佛，白沙界故，白度呀，阿巴巴界呀。达达达雅瓦帝三藐三菩提亚，阿利亚塔，嗡，白沙帝，白沙帝，白沙帝，三菩提帝娑哈。南无达达瓦帝，白沙帝阿布鲁，阿利布利亚，阿巴达雅，达达达雅瓦帝三藐三菩提亚，阿利亚塔，嗡，白沙帝，白沙帝，白沙帝，三菩提帝娑哈。Thank you.
这个是最后一个礼拜我们有教你们练，还有讲说，但是咒语还没有解释，还有这个是经文呢，经文也没有，这个一切宝千陀罗尼的经文也没有讲，没有印出来，还没有印出来。那本来是那个啊，这个经文还是下个礼拜再来讲，因为我们没有印那个大藏经的经文。上个礼拜说明里面讲过，这个咒语的作用，我们再练一遍，看说明这里哈。经云：若有恶人死堕地狱，受无间苦，免脱无取，尤其祖孙称王者，你送上神咒才是七遍。羊童若得忽然变为八功德池，连身成子，宝盖住顶第一门破，菩提道开，其脸如灰，至极乐界，一切种子自然显发，乐说无穷，未在古次。这个就是说，恶人当然就是讲说，造那个十大种的恶业里面，堕在这个地狱里面哈，死了以后堕在地狱里面，受无间苦。地狱里面都是受无间苦的哈，免脱无取。地狱里面当然时间非常长的哈，所以说免脱无取的哈。这里讲他的祖孙要是能够这个称王者名啊，先念他的名字，然后再送上这个神咒啊，这个宝千陀罗女神咒送七遍啊，这个地狱里面的这个。羊铜热铁的，这羊铜热铁指的是一种刑罚，第一种刑罚了哈。忽然变得八功德池，八功德池就是清凉的了哈。啊，就是说这个地狱的刑具都消失掉了，没有了啊，变成八功德池。然后这个王者连生成子哈，那这个王者就在莲花里面生出来，然后脚上啊，从。就是在莲花里面生出来的哈，宝盖置顶哈，就是上面还有宝盖这样啊，然后第一门破菩提道开，就第一门就打破第一门，然后飞出来了啊，其脸如灰哈，坐在莲花上一直飞到极乐界了哈，这是这样讲的啊，一切种子自然显化，一切种子就是。种子应该是，我们这个在佛经上来讲，应该是一切道种子是佛，一切种子是阿罗汉，不，一切种子，一切道种子。一切种子，一切道种子，一切。这个有人知道吗？我有听讲过，但是我忘记了。现在老了，记忆力比较差，记不起来哈。这个就是说，一切种子应该是讲阿罗汉的智慧，然后一切道种子是菩萨的智慧的啊，是这应该是这样讲的啊。就是说啊，这个修道的种子啊，自然有了，自然显化出来啊，然后可以讲经说法，未在补次，未在补次的话。那简单呢哈，我们应该讲未在补次的话，讲的就是要补何位的，叫做未在补次啊。那一般来讲，未在补次应该就是例如啊，躲在天天子的位置哈。这个哈，这句话讲这个，就是说这个咒语它的功德力量有这么大。啊，要是我们的过去的祖先要是有人死堕地狱的话，啊，你照这样，只要送他的名称，然后念这个，我先陀罗尼念七遍，他就能够离开地狱啊，回到极乐世界去了哈。师父，那个慧律法师说啊，一切种子就是佛智，还有一切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道种智是
菩萨不是啊，一切道种子才是佛嘛，一切种子一切，这个其实我没有浅清楚，我听过，但是我就是说记忆不是那么好啊，忘掉了啊。啊，哦，这个你们回去自己去查了。他说总字前一个总字啊，总字字是这个罗汉字啊，一切字菩萨字，道种字总字啊，一切种字是佛字，对，一切字是罗汉字了啊，道种字是菩萨字，一切种字就是佛字。你先讲说，第一个是一切字是那个罗汉字，道种字是菩萨字，一切种字就是佛字。一切字是罗汉字，罗汉啊，罗汉两在罗汉。道种字是菩萨字，这是道种字。道种字，菩萨字，一切种字就是佛。是一切道种字还是一切种字？一切种字，它是一切种字。现在你们手机上都可以查那个佛学字典，就 Google 他在 Google 上面，他在讲经的时候，这个佛经上是这样写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我也不知道，我也这佛经这样写，但是我没有做过了，因为在第二条，忽有众生重罪报故，百病极生苦痛，逼心送死神咒21遍，百病万恼一时消灭，寿命延长，福德无尽。哦，这个倒是可以做看看啊，因为有很多人真的是百病极生的苦痛逼心到那个程度了，那是我们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了。我们只是感冒，或者是有一种慢性病，或者是就是这样而已嘛。啊，但是这里讲百病即生，苦痛逼心，送死神咒21遍，可以看看啊，是不是送的21遍病就会好了啊？这倒是可以做看看啊。一时消灭，寿命延长，福德无尽啊。所以这个作为来讲哈。我讲过这个咒语来讲，它是能够，它是属于增益咒了，还有属于这个也是相抵的，相抵就是消灾的咒了，吉灾咒了，吉灾增益啊。若复有人天贪劣故，生贫穷家，衣不盈身，食不续命，黑瘦衰弊，人所恶见，人世人惭愧，日山采折，五指野花，往至塔前礼拜供养，旋绕七匝，流泪悔过，由神作力，及塔威德，昧贫穷报，富贵富贵富至，追宝如雨，无所缺乏，但当此时迷失佛法，失于贫乏，若有任喜财宝忽昧。哦，就是说要是有人啊，哦，因为过去世的过去就是兼贪呢，过去就是逆袭兼贪，没有做施舍的啊，没有做布施的这个善业的，所以这一辈子撑到很贫穷的家里，因为家里贫穷，所以衣不隐身，食不续命，就是讲说了衣服因为没有钱嘛，不能穿个很好的衣食，衣不隐身就是那个衣服就是短又破啊，所以有些身体跑出来，形容是这样的意思的啊，哦，啊，就是不是像有钱人的衣服，因为在中国的，我们知道中国在历史上来讲，在地域上来讲，啊，过去到现在都一样，它是属于寒带，不是温带，它是。中国的发源地在长安洛阳，它是在地球上它是寒带，所以
在这个地方的人平常衣服穿的啊，就像师傅一样，包脚包身体整个包起来的啊啊，因为那是寒他们所谓的唐朝的服装也好啊啊，然后宋朝的服装也好，明朝的服装也好，都是一样哈，那个衣服都是像长袍一样啊，脚也有穿裤子啊，还有穿袜子的啊，也像日本一样的哈，日本女人一样都是全身都遮住了啊啊，所以这里讲说哈，衣不隐身就是贫穷人没有穿这样很好的衣服，所以会露锁脚露出来，手露出来，甚至身上有破洞哈，啊，这个形容是这样的哈，食不惜命就是食物也一样，食物缺乏啊，常常没有食物可以吃哈，这个食不惜命形容是这样的哈，所以黑瘦衰败就是人看起来黑黑的、瘦瘦的啊，然后很衰败就是身体不健康，看得很衰弱这样哈，人手恶见是人。人手恶见就是说因为贫穷嘛啊，看起来像乞丐一样哈，穷人家也像乞丐一样，所以人手恶见就是被人家所讨厌的啊，看很恶见就是把他看作很下贱的人这样的啊，这个意思的啊，所以因为贫穷变成这样被人家看不起了哈，所以自己觉得很惭愧啊，很惭愧啊，因为常常被人家看不起啊，所以他怎样日山采折，跑到山里面去采折那个五指野花啊，因为你在都市里面都是人家种的，其实都是有钱人种的啊，你不可以随便去乱采啊，所以你必须跑到山里面去采那些野花，野花都没有人管，自己开出来你去采它啊，然后把这个野花往至塔前礼拜供养啊，悬绕七匝流泪悔过，由神作力及塔威德灭贫穷暴富贵富智七宝如意无所愧瓦，就是这样哈，你去采那个五指的野花，然后到这个舍利塔前面哈礼拜供养，然后绕塔七桌，最主要还要忏悔啦啊，流泪悔过，有的就是说忏悔自己的过去的业力，这辈子受贫穷报是因为过去的业力所影响的啊，因缘果报，也过去就是从来没有做过布施啊，也不知道修福，所以这辈子变成很贫穷啊，被人家看得很下贱这种啊，所以要忏悔啊，流泪悔过啊，你只要这样做的啊，在舍利塔前忏悔，然后啊绕塔七周，用这个野花来供养哈，由神作力塔威德灭贫穷暴富贵富智啊，就是你做这样的这个业啊，这所谓这个业就是拿花到舍利塔前去供养，然后绕塔七周，然后跪下来忏悔啊，向舍利塔忏悔啊，这样做这个业哈，就怎样啊，就能够灭贫穷暴富贵富智啊啊，你以后就不再贫穷了，然后财富忽然跑过来了啊，甚至所谓富是财富，贵是怎样，贵是你的地位升级啦啊，不是贫穷人家啦，变成富贵人家啦啊，甚至在社会上也有的地位了哈，让人家看到你是贵人，不是那个贫穷人啊，七宝如雨无所匮乏，七宝大家都知道了哈，像雨一样啊掉下来了，就是天上掉下来你就拿到了啊，七宝如雨啊，就是很容易得到这些财富了啊，并且无所匮乏，就是你这个财富让你这样无所匮乏，就是说你绝对不会说要用没有，就是自然多啊啊，自然这个七宝啊一直有了啊，怎么得到的我不知道啊，但是你以后这辈子就是一直有这些财富了啊。但当时这个讲一个但书了啊，就是怎样
你要迷失佛法，迷失佛法怎样？要用这些财宝来着。饰就是饰，其实这饰我们讲饰就是装饰，其实就是说拿这些财宝来护持佛法啊啊，譬如说来建佛寺，建得很庄严啊，法会拿这个财宝来布置得很庄严啊啊啊，道场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啊来布施啊，来帮助道场啊啊，或者是法会的时候一样，都是一样啊，这个就是迷失佛法了。帮助佛法看起来啊很庄严，很漂亮，很兴盛，这个就是迷失佛法啊。或者是施以贫乏，施以贫乏就是啊，你钱很多要布施这些贫穷的人，这些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地方住的这些贫穷人啊，要尽量去布施的啊，这是要做这些善业的啊。若有吝喜，财宝乎昧。要是真正你得到这些财富的话，你心生吝惜，不去布施，不去供养佛法，不去护持佛法，那怎样？那些财宝就会自然消失掉了。啊，这里讲的是这个意思啊。热人取虎，自取他所，一香一花，一花一香，礼拜供养，右旋行道，于是功德官位荣耀，不求自治，寿命护老，不取自尊，愿家道节，不讨自败，愿念咒子不愿归本，毅力邪气不拔自闭，善夫良妇不求自得，闲懒美女不倒自身，一切所愿任意满足啊，那几乎世间的一切好处你通通能够得到了啊。这个时候你要求福啊，只要你到这个舍利塔前啊，一花一香，刚刚讲的一束花一炷香啊，礼拜供养，又绕行道，一样同样的意思哈，啊，拿一炷香啊，一束花啊，像舍利塔里面的舍利子啊，礼拜供养的啊，这是礼拜供养。又绕行道也是一样，又绕，刚刚讲的是旋绕七匝，这里讲右旋行道啊，这个就是说有些人在。要找的，在佛教来讲，一般的礼仪是右旋的，你不要颠倒啊、哦，右旋的，右旋七匝哈、哦，七圈就对了哈、哦。你只要做这些功德啊、哦，其实就是这些的善业的啊、哦。这里讲的一切多余啊，官位、荣耀不求自止啊、哦，寿命护老，寿命就是长寿啦，还有财富啦。不用祈祷，他自然就有了。刚刚讲的官位荣耀，你不去求，他自然就有了。啊，不是说你到像那个国王啊求官位的哈、啊，不用。你在舍利塔前去啊烧香供花，然后行到七匝啊，这样的功德，忽然间官位就来了哈、啊。这是讲的哈、啊，还有冤家道解哈。啊冤家道解是说，你这个地方在古代的地方哈、啊，常常有些冤家就是互相村里之间互相仇视的啊，有些东西因为产生的摩擦，然后互相仇视，互相争斗啊，这个就是冤家了啊。然后道解就是因为中国古代地方大哈、啊，你的城市乡村在那些。野外常常会有盗劫哈、啊，这个是指这个哈、啊，在台湾没有这个东西啦。啊，不讨自败，就是说你也不用去组织武力去对付他啊，都不用，他这个盗劫自然就消灭了啊，冤家也自然没有了啊，是这样的意思哈、啊。怨念诅咒不愿归本，当然怨念就是你有仇家怨家哈，他会这样对你抱有怨恨的心哈，然后用咒来诅咒你，就这样，就这个意思哈。不愿归本，所谓不愿归本就是说哈，啊，你都不用怎么做哈，这个坐力啊自然会缓，就是说缓到就是缓过来，跑到他自己抱在他自己身上。这个意思了哈，一力邪气不拔自闭啊，
毅力邪气，毅力就像瘟疫啦，力就是那些哦那些不好地方地上产生的那种瘴气啊，疫气哈、啊。邪气当然就是一些鬼神气不好的，像我们都知道嘛哈、啊。这个在有些经典上讲说哈、啊，吸血结气必之有时啊，那个是那个皇帝那个经里面讲的哈。啊，吸血结气必之有时，就是说哈、啊。我们这个自然上来讲啊，当这个季风转换的时候，或者在某个不同的地方会有这个风煞啊，像冬天东北季风跑过来的时候，刚刚来的时候，那个第一波的啊这个风冷风从东北季风吹过来的时候，它是带有煞气的啊，带有大这个叫风煞，带有煞气的，为什么啊？因为这些风从大陆东北地方跑过来，啊，它就带上那个地方的那些鬼神气啊，随着这个季风啊，乘着这个风云这样跑到我们这边点，然后跑到风煞气啊，东北季风吹过来的时候，它就有东北大陆东北地方啊，随着风跑到台湾来啊，然后在台湾的都市上就下来了。下来怎样，就跑到人的身上，跑到你们的家里去了哈、啊。所以这个叫做啊吸血绝气啊，怎么避之有时呢？就是知道啊，修道的人知道说啊，这种风带有煞气，带有煞气，其实所谓带有煞气，就是上面带了很多的这个鬼神气。鬼神气就是说这个，譬如说啊，这个情灭哈，或者是这个飞鸟的这个鬼魅的煞气啊，我们讲就是说这种不好的灵气的啊，所以飞禽类的啊，或者那些病鬼的啊，都是这样来的啊。然后你知道了，避之有时呢，赶快逃避，不要让它吹到啊，因为吹到就可能会生病啊。当然了。这个会生病，还要是说你自己身体弱，没有好的善神在保护你，啊，你就吹到这个煞气，你可能就会真正的生病了，啊，所以古代在道家讲啊，他们知道啊，这种风不可以去让它吹到身上，吹久就一定会生病，要怎么办？要赶快跑到房子里面把窗户关起来，就这样啊，因为这种刚刚在我们气候转凉啊，然后这个东北季风吹过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刚刚有风这样一直吹过来，赶快去躲避起来。然后这个风不会吹很久，为什么？啊，因为最初的这个风它只是会维持几个小时，然后以后就没有了，风就不会那么强的啊。所以在这几个小时这一段，就是叫做煞气，叫做吸血绝风啊，绝风盗贼的劫，吸血绝风的啊，这会使人生病的啊。修道人应该懂得这些道理的啊，就这样啊。这里讲说不拔自闭啊，不拔自闭就是说啊，因为有些人他怎样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吸血风会吹到身上。然后这个就怎样，就是这些鬼神气不好的气嘛，它就怎样附在你身上，那你怎么办？要把它拔出来啊，病才会好啊。啊，这里说什么不拔自闭，就说你不用咒语，用什么方法去把这个病气拔出来，自然就会好了啊。这就避开了，自然它会避开这些细节解析啊。善了善乎良乎不求自得，这是讲说了哈。要是你去礼敬这个舍利塔的人是还没有起居，还没有嫁啊，还没有起居，还没有嫁的这些男女啦啊啊，你因为去一香花来礼敬这个舍利塔啊，然后绕塔七周忏悔啊，由这个善业力怎样，你自然会碰到好的姻缘，娶到好的老婆啊，嫁个好的丈夫。是这个意思了哈。
啊，不求自得，就是说你不用委托那个媒人去找啊，啊，自然就有这个因缘会跑过来啊，这个意思了啊。闲男美女不倒自身啊，就是讲说要是有夫妇啦，他要求的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啦，啊啊啊，就是不倒自身，就你不用祷告，也不用向活菩萨去求哈，去求哈，跑到寺庙向佛菩萨去求，向菩萨、向那个诸生娘娘去求都不用了哈。那怎样？你只要礼拜这个舍利塔，自然就会生个哈贤男美女。贤就是说啊，在品性上很好的啊，这样的男孩子啊，美女就是说面貌长得美丽的女孩子，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当然是世间所有的美好通通自然产生的一切所愿任力满足，就是你心里想好想要的自然都有，自然都会满足你。哇，这个功德，这个作为实在非常的写得非常的完美又殊胜这个法我们以前做过了啊，以前在民国九十几年的时候，好像在开始在教座椅，教的好像四五年的时候或者三四年的时候，在七楼啊，我们自己设那个坛场，然后叫学生把所有家里的舍利塔带过来，然后把舍利塔放得满个桌子，然后大家就啊就拿这个，每个人从家里带一束花一炷香啊，不可以向别人要的花啊，因为很多人，有些人会买很多的，但是不可以哦。为什么说一定要从自己带过来的啊？因为自己带过来才是自己的功德。你向别人啊，譬如说你比较懒惰或者怎样啊，没有带来，然后在会场向人家说啊，你香带很多，一束香给我啊，对不对哈？或者你花很多啊，分一些花给，这不行的啊，一定要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拿来的花跟香啊，因为这样才你去拜舍利塔啊，造塔，然后你得到的功德才是自己的啊，是这个东西别人的啊，你大概只有三分而已，别人那拜出来的啊，别人七分占去了，就像我们拿钱财去做善业一样啊啊，你拿一万一百万去做善业布施啊，但是他有钱人他不自己不去做，他叫那些别人去做啊，叫那些功德会的人去做，或叫像慈济一样，我钱拿给你就好，你去做啊，做的人占30%，30%，而你布施的人占70%，就这样，有一些功德回报要给别人，就这样啊。所以我们要是真的设这个坛场来修法的话，花跟香一定要自己以自己劳力拿来的才可以哈，这个意思的哈。啊，那个90年代的时候办过了，回去是不是每个人都真正得到像经上所讲的富贵官位？哈。嫁个好丈夫，能够娶个好太太，啊，这我不知道啊，真的我不知道。而学生都办过这个法会，不过我觉得办这个法会是很好。为什么很好？在会场里面，这个法会期间2-3个小时期间，身体很舒服，都没有任何鬼神障碍，甚至真就这样感觉都在整个磁场变得很好，就这样，啊，这个导师说。在办法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亲身体验到啊，这个磁场忽然间变得非常好，啊，就这样。所以这个法会值得再办的，啊，因为从90几年办到现在已经很久了，没有再办过，啊，所以我是一直心里想，这个法应该尝试给他传下来，就这样啊。像大水洗法会一样，一个好的法
就应该把它传下来，不只是我们这一代在办，我华叔在的时候办，不是华叔走了以后还是有人在办，把这个法传下来，这样现在教你们咒语，教你们这个佛法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所教的这个陀罗尼法是已经被在相法里面已经讲说已经没有的法，就是已经失传的法因为在中国大陆唐朝的时候还有西藏梵文但是唐武帝灭火的灭掉的时候，西藏梵文跑到日本去的，中国大陆没有了，中国大陆传下来只是中文的，会西藏梵文的人已经没有了。所以在唐朝来讲这个陀罗尼法根本就没有传下来你看那个十大宗派里面没有陀罗尼法，有密教，但是它里面的密教是属于藏密的跟唐密的，唐密的剩下中文，西藏梵文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恢复教的这个西藏梵文的咒语不是唐密也不是藏密，就是直接恢复到世尊教的原始的西藏梵文的咒语所以你们要认知一下，我们教的不是唐朝的东西，也不是中国的东西，是直接以西藏梵文为主的东西这讲起来就是恢复到不空法师那个时代唐武帝以后不空法师动的东西就不在中国了，没有了跑到日本去了但是日本人他也没有办法发挥出来，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大部分不懂中文嘛所以日本人在弘扬密教上来非常有限非常有限，因为他不懂中文，经典看不懂出家人学识不是很高在日本来讲懂得汉文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都是文学家像古代就是说很有研究的那些大官文学的现在的话就一定要读到硕士博士班的才会看懂中文一般日本人看不懂中文所以在日本人来讲他虽然保有了这些经典，这些不空法师所带来的这些资料，梵文资料跟经典，但是中文他看不懂所以讲起来其实真正的日本的动密来讲，他对这个咒语发挥出来的一小部分而已，很多他都没有办法发挥，因为看不懂经文嘛，你怎么做所以非常有限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我常常有时候就是说师父讲一件事就好了在正法的时候要学法你就必须找到世尊的面前开始长期跟随着僧团或者在家居士也可以去听经说法但是说你必须常常去听释迦佛的讲经说法，但是释迦佛的讲经的话它有时间性，所谓时间是说譬如说他婆罗阿含经讲了20年，你跟他20年才学到阿含经然后方等经讲了12年，你又必须在他旁边跟他讲经，听他讲经听了12年你才学得方等经然后再有般若经般若经也是讲的20年还是12年，讲很久释迦牟尼佛讲经说话讲的49年所以你必须听49年你才有办法把他全部的佛经听完听过一遍这就是什么时间的问题因为释迦牟尼他也是一样从初前的大智慧很深的一步一步的讲了49年所以在正法时代你要学佛法要全部都学佛法你必须那么长的时间在释迦牟尼旁边跟他听他讲经说法然后换过来换到相法的时候，相法的时候是有那些印度的啦中亚的啦那些僧人把佛经辛辛苦苦的经过海路或者经过输入带到中国长安不一定长安了，在中国整个范围，在里面大都市里面找那些
周使就是州长呢，或者是大皇宫啊，齐楚皇帝派那个阿汉把那翰林学术来帮你翻译经典啊。但是一般来讲，一个僧侣跑过来，像那个白马驼经，他只带个三部短短的经典，那从中亚跑到中国大陆啊，带了什么三部经典？那个啥，四十八大劫人经条，啊，还有一个叫做那个，就是十二藏经，对哈，啊，还有反正。带来就是这短短的经典，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哈，没有纸啊，啊，所有的经典你必须用，就像那个我们的那个刻木板的啊，或者是用那个贝叶经的哈，所以这样，所以告诉你就是说，一部经就面积啊，体积很大。就这样，所以只带着三部经过来啊，然后到一个地方，他就去办，请中国的学文学家配合他翻译啊，翻译啊，然后翻译出来，他在这个地方就教佛法，所以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教派，知道不知道啊？然后佛经的十，我们中国的十大教派，就是因为有十个这个僧侣带了十种不同的经典，在中国不同的地方翻译，然后在那个地方教。就变成十大教派，因为这个经典在古代来讲，你要抄写很困难啊，直到要到宋朝以后才有纸张嘛，然后在唐朝汉朝没有啊啊，所以那时候要抄经典很难，所以就变成这样，所以你在那个时代啊，你要写的不同的法门啊，你很难哦，你要从一个神跑到一个神啊，然后要在那个地方也要待了一两年才能够学到他的法门，所以你要学到十大宗派，那可能那你弟子通通要用光了才学得到。这个是什么？嗯，这个在相法里面啊，地点的不同，学法的困难就这个地方啊。因为中国很大，你一个神到一个神，你用骑马或者走路要很久啊啊，而且你在每个地方啊，一个传统地方，你停下来跟他学法，你又要学了一两年啊。然后，因为古代要学法不那么简单哦，你必须要很诚心的去拜师啊，求法啊。然后人家求法也不会特别教你，啊，他们有固定一个道场，固定的讲经说法，有一定的时间，你就必须待在那里听他们啊，师父讲经说法。说这部经讲了多久，你就要在那边待多久。所以告诉你，就是向法学法，障碍在什么地方？在地点，因为法是分开来的，哦，分开的十个宗派，十个不同的地点啊，每个宗派距离都很远呐，啊，因为中国很大啊，哦，啊，刚刚讲过来的，在正法里面你要学法，障碍在什么？时间对，哎。因为你想一下子要想很多的话，不行啊，啊，释迦牟尼有四十九人才把他所有的经典这样讲一遍，那我们末法对啊，末法就是这样，天时地利人和，啊，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要学佛法，没有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地等的限制，为什么？哦，现在大藏经就三片 CD 就有了，三片光碟就有了，全部在里面啊，哦，对不对啊？所以你要看什么经典啊，去研究什么经典啊，你随时随地电脑打开，把光碟放进去，就找出来了，什么经典都有了啊，哦，而且这个叫什么？没有时间的限制了。你什么时候要看什么都有，而且全部的大藏经你随时看，想要看哪个都有，没有时间的限制啦，啊，还有哈，哦，要是你现在有网络嘛，有电脑嘛，啊，你要是说啊，现在泰国哦有什么新的经典，或者网络一送过来不用几分钟就过来了
啊，你要是有那个那个，所以也告诉你没有时间的距离了，没有地点，没有空间的距离了。所以现在末法的人这样，你说福报，他非常有福报啊。没有时间地点，你随时要学什么佛法，学什么要看什么内容，甚至人家设坛场，你网络一看就知道了，怎么摆设就知道。所以现在的人这样，在学法上来讲怎样，得心应手，非常的如法，非常方便啊、哦、啊！所以你现在在学法上来讲，怎么应该超越的古代啊？啊、哦，你应该超越相法时代，超越正法时代嘛，对不对？啊、哦、啊！所以才会说末法佛法应该一万年。可以复制，可以维持到一万年。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件时间空间的因素，末法很殊胜，超越的相法时代，超越的正法时代。你的末法的人，你说末法的人，有些法师有些人认为说末法是怎样，是佛法最没落最堕落的时代啊、哦、对不对？有些人会这样认为啊。啊，其实佛法来讲啊、哦，有些人都误会了。所谓误会是什么叫做误会？啊，就是他认为说，哎，正法最好，相法其次，末法是最不好的，最不好的时代啊、哦。很多人会这样，在有些法术他也会认为末法是这样的时代啊、哦。但是世尊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把它认为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其实你都误会了。我们应该你去探讨这个整个佛教的历史，啊，正法一千年了。正法的时候，它好在什么地方？好在说你在开始的时候啊，开始前面的啊，因为是世尊亲自教导，啊，还有很多护法神下来护持，所以你在正法那段前面三百年修行，啊，大部分这三百年是流行小乘法，你在修你都可以证阿罗汉。这了不起的地方，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刚刚讲的，他没有经典，没有经典嘛，有时候都是听闻书教书的，书教书的亲自教导的，啊，然后因为有阿罗汉僧团的存在，他流传下来，所以僧团里面修行很安全，比较不会有鬼神障，啊，所以在那时候修行修禅定都可以证到阿罗汉果。了不起的哈、哦，然后到因为到四五百年以后啊、哦，有些人啊、哦、去研究大乘，大乘兴起，而且禅定比较弱了哈、哦，所以大乘法兴起，经典很多，大家喜欢讨论佛教啊、哦，讨论经典，所以所谓空论的、不空论的那些，哇，那些各种的。各种的那个佛法的论家啦，很新奇，大家互相辩论，互相讨论啊、哦。在佛教思想上来，当然很发达了啊、哦。但是反过来来讲，就是禅定衰落了，禅定衰落了啊、哦。所以当他六七八百年的时候，啊，六七百年的时候，修佛法的人神通少了，没有神通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证到阿罗汉嘛。啊，当然没有神通嘛，对，你虽然是标榜是大乘的啊，但是你没有好好的禅定力，你是不会有神通的啊，都一样的道理。所以在佛在正果七百年的时候，密教兴起的，为什么密教兴起？啊，就是那个龙树菩萨去南天竺铁场啊，开启坛里面藏了很多的陀罗尼的咒文经文啊，所以啊，龙树菩萨开创密教。开创密教的始祖，啊，他把这个佛陀在世教的那些陀罗尼，然后再配合他们存密教的那些仪轨，自己仪轨是他们自己创作出来的啦，啊，啊，他们有自己的仪轨的方式，然后传金刚乘的佛法，啊，变成这样坐椅神通，没有真正的就是神通，但是他有坐椅的神通，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去学密教，啊，密教兴盛的，啊，就是这样哈，但是到。差不多九百年、八百年的时候，佛教开始没落，哦，佛教开始没落了，哦，没落的原因有几个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在印度整个区域跟佛陀教有缘的比较好资质的人，因为他在这几百里面修习佛法都升天了，不会再来投胎了。啊，大部分好的这个阅历的人啊，有学佛他都升天了啊，升天了以后留存下来，就是因为阅历不好的啊，没有修行的啊，资质比较差的嘛，哈，啊，对，然后再过来就是说哈，佛教在印度兴盛这几百年，有些外道本来他出家了，到后来大家都去供养佛教，外道没有人供养了，那他没有饭吃的啊，啊，所以很多外道的他就怎样，他就甘愿他转到佛教里面去啊，他就抛弃他外道的外表，然后入到佛教里面去当佛教徒，啊，但是他佛教的他的思想不正啊，而且他也不是真正想像佛教这样修行，他到里面就是有住有出有穿的就好了，所以佛教不会兴盛，甚至这些人在佛教里面不守纪律，败坏纪律，所以佛教自然正常。因为刚刚讲这两个意思，他没落了，所以佛教在九百年有一千年的时候很不好。像佛陀在叙事的时候，阿难要说啊，我想请佛陀住世嘛，啊，但是佛陀用神通力让他看到。这个正法末年的时候，那些出家人犯戒律，啊，而且不修行，破坏佛教，阿难就非常伤心的，他就说啊，请他都不再求素贞怎样住世说法，然后素贞就自然涅槃了，自然就去世了。这个原因呢，哈，所以佛经告诉你这样，整个正法里面，他有兴盛的时代，他有。中间起伏的，然后再后来，他一定是没落的时代，而且没落时代的那个情况比末法更惨。为什么？因为那些僧人不认真修行的，犯戒律不守戒律啊，然后表面是佛教徒，里面都是外道徒啊，啊，当然佛教会灭亡啊，佛教自然就被阿拉伯攻过来，把它通通清掉了，没有了，就这样，佛教在中国。不然佛教要是很好，怎么会被灭亡呢？啊，佛世尊常常讲嘛，整个佛教他的智慧最世间最高，他的僧团啊戒律最好，也很庄严，受大家敬仰，然后外道徒看着都非常害怕，不敢去破坏他，对不对？然后佛教会灭亡是因为什么？你讲啊，大狮子死的不别的动物都不敢去吃它了，为什么？大狮子威严荣在啊，看到狮子他都吓了，但是狮子里面虫把狮子烂光了，吃光了，啊，就是讲说佛教一样哈，在向往一样哈，佛教没有人会讲，但是自己的那些或末法的那些啊，到后来那些外道转进来的那些僧侣，自己破坏佛教，自己犯戒律，自己破坏佛教，然后自己给人家的印象变成非常不好的佛教。佛教自然就被灭亡了，就是这样。向法也是一样，向法这个过程也是一样。唐朝的时候非常兴盛，汉末唐朝非常兴盛，而且出家人都是大学士，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而且资质都非常高的人，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修成道，有神通的境界啊，就是成道了，修成道了啊。然后在宋朝以后就没落了，到明清的就完蛋了。哦，大家都知道啊，像那个圣严法师跟清净法师他们自己讲的，啊，他们在大陆出家的时候干什么？就是人家有上士去跟人家念经，然后打红包回家，僧侣只做这点事情，啊，然后就只是念佛，其他的法门没有。那你说这个佛教还会兴盛吗？所以在向法的时候，在清朝、在明朝的时候。你自己佛教都已经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佛教都已经很衰败了啊，所以佛教后来被红卫兵灭亡了啊，红卫兵灭亡也是跟阿拉伯一样很彻底的啊，你所有的佛教都通通叫你还死，所有的寺庙通通给你敲到变成平地，普陀山就是最标准的，
普陀山本来有数百间的佛寺，小佛寺哈，通通没有了，啊，在黄河边以后，通通一片平净土了，平土了，没有了，啊，所以黄河边在中国大陆灭的也非常的彻底啊，啊，现在的我们向法要兴盛的，向法在台湾兴盛，啊，本来向法佛经讲的哈，这个根据阿难十方经里面，啊。就说有一天阿难梦到十种梦，啊，他不懂，然后世尊把这一个梦去问世尊，这什么意思？就是阿难梦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符，然后这个符中央都黑黑的没有光明，但是在符的旁边啊有光明出现，啊，有很好看的光明出现，然后他就问世尊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世尊就回答说，你这个梦哈，哦，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你这个梦是表述说在末法的时候啊，整个佛教的中心就是印度啦，啊，黑黑的，因为被魔所占据了，黑黑一点光泽都没有啊，这啊，然后向法的事也是一样，黑黑的都没有，只有在末法的时候，这个湖边的发出光出来，就像现在一样啊，印度没有佛法，中国大陆也没有什么佛法，但是日本、韩国、台湾啊，缅甸、泰国、印尼，佛法在这边发扬光大、兴盛起来，啊，就这样的，啊，甚至发展到美国的西部，啊，发展到澳洲的北部，哈，啊，就这样哈，啊，佛法会兴盛起来，末法的时候，啊，这个梦指的是这个，所以素贞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你的，这个末法会佛教会怎么状况，他就告诉你的，啊，啊。正法的中心是在印度，向法的中心是在中国大陆，啊，但是当末法的时候，这两个地方都没有了，佛法没有的，黑变成黑暗的地方，然后在旁边兴盛的，啊，在旁边这几个岛屿兴盛，最兴盛的还是台湾，呵呵，为什么台湾？啊？因为台湾人看懂中文，呵呵啊。因为在大陆的时候啊，我们汉民族哈，唐朝的时候把那个大啊佛经翻译成很多的经文，这些经文翻译都非常的慎重，而且非常的得当啊，所以人家讲说啊，这个佛教由西南梵文或者啊巴利文转换成佛经，由这些大学士跟翻身来翻译以后，这个佛经啊，虽然文字改变，但是它意思就这样，佛经的真理它流传下来了，它保留下来的啊，但是作文不行啊，你知道哈，我们讲说这个陀罗尼作文西坦的话呢，你西坦的话把它翻成中文，用中文来念就完蛋了，为什么？第一个你音念不准，第二个你改成中文念它没有效力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作力就没有了，不只是剪掉没有了，啊，不然你看你现在佛教早晚课的那些楞严咒、大悲咒有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了，告诉你没有力量了。为什么？因为你跟那个你的发的音跟释迦牟尼在世讲的音不同了嘛，不一样的嘛，你怎么会有力量？啊，这个咒文为什么会有力量？啊，你。这个最简单的要是咒文，第一个世尊讲的是梵文，是梵文啊，他讲的通通是梵文，而且这个咒文不是世尊的咒文，很多都是过去佛的咒文，过去菩萨的咒文啊，过去佛菩萨他要成就的时候他发的愿力，而且是过去佛菩萨他由他内心发是一个为了利益众生所发的愿力，就是说我讲这些咒文，然后你后代的人以后的人只要照这个咒文讲，然后他成就的时候有法性身，他的咒力就会加持到那个念头人身上，自然产生出来，这就是一个要件。一个要件是什么？你必须把那个菩萨或者佛发的愿力的这个咒文如数如真的讲出来啊，你改变的就没有了啦，你本来说人家练坏了，你把它改成中文来练，啊，咒文不一样了，当然咒力就没有啊，
就这么简单嘛，啊，所以你必须要练出来跟释迦牟尼教的梵文一样的音，你就有坐力，啊，就这样，简单嘛，啊，所以这个坐力在相法扶不起来就是这样，因为你梵文的身体被消灭掉了嘛，唐武帝就灭掉了嘛，啊，所以现在我们天朝我们有这个西坛梵文，西坛梵文是日本替我们保留下来的，但其实这个西坛梵文在日本来讲，它的发音也是错，也有差不多3%的错误，没有办法，啊，你不空法师那时候都没有录音带啊，你一个口传一个口传的传的一二十代的话，因有些人就错误了嘛，啊，所以但来讲动物它也有时候发音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正确？很简单，我们的西坛梵的法文用的发音是尼泊尔一个梵文博士的发音，一个是斯里兰卡纳利沙纳的发音，一个是穆克吉印度这个地方啊，孟加或者什么地方，那个他的住在那里，他们的发音为什么他们发音会正确？你看到，尼泊尔发音，尼泊尔是在世尊出生地的旁边的一个小国啊，一个小国，他们讲的梵文跟世尊很接近，而且这个梵文是他们语言的，就是说他们种族的语言，对一个历史来讲，种族的语言它不会改变呢，啊，它的传承是世代的，一代传承，它不会改变，所以它的音准的是可以算数的啊，因为它不会改变，啊，它是整个种族都讲这种话，他说所以这个梵它的语音不会改变的啊，所以可靠正确，啊，再过来是斯里兰卡虽然它的国家的文不是真正的梵文，但是它的生理是从释迦牟尼时代南传跑过去的，啊，这些生理他们懂得梵文是因为他们每一年的国庆日佛的节日或者什么什么啊，哦，佛的圣诞日或者什么节日，他们必须有生理起来朗诵祈祷文跟那个祈求文跟那个朗那个就是称赞诸佛菩萨的那个文章的啊，他们必须有生理起来朗诵，所以他们这个文章上面是世代相传，有法师有佛教徒法师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也可以保证你他很正确，他不是假的啊，哦，啊，至于那个穆克吉他是印度人啊，印度本来他是他们梵文是他们语言里面的一种，因为他们现在国家的语言好多种啊，但是他们古代都是有讲梵文的嘛，有讲巴利文，他们流传下来的种子，他们自然也是属于他们种子的语言，所以现在的发音不是日本的发音，是印度啊，尼泊尔啊，斯里兰卡他们这些人传过来发音，所以你把这三种发音对照起来，哎，他们都很像，这三种不同地方的人的发音你把它研究一下来，其实他们都很像啊，他们就是说他们的发音都是一样的啊，不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对吗？因为他们是正确的发音嘛，只是一个说“马”这个字，有些人念“马”，有些人念“哇”，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啊，但是这个少数的不一样的地方很少，你可以去深入研究啊，甚至你都可以怀疑，因为他们发展到这些，我们不知道，没有办法去讨论说他原始真正的发音是怎样，但是起码以现在保留的这种发音方式来读这个西等梵文，他就正确了。它会产生坐力，啊，所以我们今天念的坐椅有坐力，就是这样啊，不是我发明的，啊，师父只是把它凑合而已，啊，把它凑合而已啊，整理起来凑合一下来教你们。但是后来根据师父已经练坐练的18、19年了，快要20年了，可以体会得到，有些坐力真的很强，非常力，非常殊胜，啊，楞严咒绝对不假的，啊！你要是有鬼神杖，那年这会练，鬼神杖绝对不会待下去的，他一定是离开的。礼数礼，就是说我有所有替那些鬼神杖来练这个楞严咒，都成功，每一次都成功，没有一次失败的。
这么厉害，我告诉你，这个座椅是很厉害的啊，要讲就很多了啊，啊，就是说要讲的话很多哈、啊，比如说讲几个例子的，第一个替人家练楞严咒，我第一次替人家练楞严咒，是我自己的徒弟，啊，他还跑去那个念佛会，但是他平常有在修禅定，他跑到人家念佛去参加念佛会，然后人家在念佛，他就自视很聪明的，啊，坐下来在旁边静坐，人家在佛堂他也在静坐在那里，啊，人家就问他说，那哇，你静坐好殊胜的啊。啊，人家坐那里，你一静坐就是两个小时，啊，真的，他你有什么境界没有？人家一捧他就这样高傲起来了。结果在念佛会第四天，他着魔了，有一个女鬼附身在他身上。这个女鬼哪里的？这个女鬼是那个寺庙人家在给人家供奉那个没有嫁的那个女孩子啊。你知道吗？在台湾的习俗，啊，要是女孩子还没有嫁出去，她死了，自己的神主位不给她排进去，啊，把她的骨灰送到佛寺里面去，啊，然后请这个鬼魂到佛寺里面去修行。这是中国的意思。所以在那些佛寺他办佛期的时候，这个佛寺有给人家供奉这种。啊、哦，还没有嫁出去的女孩子的，他叫那个女鬼附身在他身上，啊、哦，而且这个女鬼可能以前在世的时候也会跳舞，怎样喜欢跳怎样，所以他就变成不是自己的啊，啊，会跳舞，看到人家在送佛，他就起来跳舞啊，就这样啊，然后身体就像女孩子一样啊，走路的时候摇摇摆摆的，哇，完蛋了啊！就被女鬼附身了，啊，佛事也不会处理，那个带头的念佛的法师他也不会处理，嗯，到最后讲，到时候我把他带到那个，我跟他家人讲，把他带到那个高雄六龟，请那个传人法师给他处理，啊，传人法师就是拿那个楞严咒给他带着，然后用大杯水，啊，加持他，然后用那个六字唵嘛呢呗嗡那个。符咒啦，那烧点化烧啊，化在水里面给他喝啊。但是这个我不讲啊。那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因为很早起来，而且那个船长说叫他说不能去睡那个疗房，去睡那个车子里面来的车子，在里面睡就好，因为他怕里面东西跑出来，跑到那个其他学生的、其他那边的受戒的身上去了，跑到别人身上去了啦。叫他待在车子里面，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差不多六七点就起来了，我看没有时间，没有什么东西，就跑到那车子旁边给他念楞严咒，我就一直念楞严咒，一遍一遍念，念了九遍，啊，念了九遍哈，然后到九点多的时候，啊，他们就说啊，那个传法师出来了，从疗房出来了，啊，可以见客了，然后他们呢，他的几个姐夫就把他扛起来，扛到那边去见。啊，那个传统法师，啊，身体都软软的，都什么都不知道了，昏倒了，身体软软的，他那姐夫把他扛到那里，那我传统一看，啊，那东西不见了，走了，就这样走了，没有了，啊，那个传统法师，啊，大家都很高兴啊，那个东西离开了就很高兴了，然后就传统法师就给他那个啊一叠的那个唵嘛呢呗嗡后的那个咒符。然后你还是回家去以后哈，用他们的那个大杯水回去哈，烧在做火化在大杯，然后给他喝，每天给他喝，就这样啊，啊，啊，这个就很高兴的，啊，带他离开了，啊，庙同事，然后在台南一个寺庙休息的时候，我们大家起来坐到车子外面休息，他自己也出来了，结果他说，哎，怎么我在这里啊？啊，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发狂的一个礼拜，啊，接近七天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然后把他带回来，啊，就是告诉你这样，什么效力，就是我给他在旁边给他念念咒念九遍的，把那个东西赶出去了，就这样，啊，
而且那个传染师他也不保证他会怎样，他就是给他挂那个用大杯水给他那个，啊，然后叫他在他们那个那个他们在受戒，受戒完有一个那个那个咽口办那个咽口法，咽口他给他设三个设个连位大连位的，还有烧供给他，他还因为他们那个受戒有两期，他两期都设多少钱你知道吗？13万。就这样，13万。这个就是说我第一次会楞严咒，替人家练楞严咒，就把那个女鬼赶出去了。但是女鬼后来还要跑回去的，啊，真的跑回去。但是那个女鬼她有讲，啊，她说她想要再待一个礼拜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妙通师给她设的连位，还要一个礼拜才会好。啊，稍微差礼拜，一个礼拜他才跑去那个莲瑞，在那个妙通寺莲瑞受他们的修法，啊，所以就这样啊，这个好了，啊，因为你楞严咒九遍，把他逼出去了，他不出去也不行，把他逼，但他回来又后来又回来了，反正告诉你这个楞严咒有效，啊，很多啦，师父到这19人很多替人家练咒语都有效，啊，但是只是告诉你这个咒力。你要是真的学，真的有做，尤其是楞严咒，因为楞严咒是我最初研究的咒语，啊，到后来还是有很多咒语都有效了，啊，我药师咒也有效，治病方面就是药师咒也很好，楞严咒也很好，啊，要是你没有大的毛病，一些小的毛病啊，你要保持你身体的健康，我建议你们念大水球的大护明咒，所以就大护明咒，啊，这个咒语很好。这个咒语为什么？一方面可以把你身上的黑气病气赶走，一方面得到火的加持力，你会觉得我每天练，每天练，哎，面相变得越来越好看，呵呵，然后身体越来越健康，好的咒语就这样，啊，师父的经验的告诉你好的咒语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咒语，也其他的咒语有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 我怎么讲？我也没有办法，像有一次师父他跑到那个三清宫，我们依然三清宫去练那个千机大悲咒，千机大悲咒很长嘛，跑到那边去练，然后就在那个大殿旁边一个书桌，就课本拿出来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就感觉到想练的时候各种的花香一直过来，檀香味花香味什么香味一直过来，啊，不可思议哈，就是代表怎样，拜有这些好的护法神一直过来呀，啊，因为他们尤其是女性的啦，他们喜欢这个，他们喜欢听，然后放他们身上的香给你闻嘛，也不是，比如说他在这里的，啊，这些护法神把身上的香味放出来，就是代表说他有在这边让你知道，啊，然后这个香味也是代表他在恭敬你的意思。供养你的意思了，把那个香去，这个香哪里来的？因为他待在佛寺里面呢，啊，信徒拿香来，他就把它吸呀，啊，啊，烧那个檀香他也吸呀，啊，啊，拿很多花香他也吸呀，所以他身体就是充满的这个香味嘛。神就是这样嘛，啊，所以你到那边送这个千机来，啊，哦，一个神一个，各种香都过来的，啊，然后我练暖的时候。啊，就跟他们讲啊，说我这样练，你们喜欢不喜欢？要不要？以后再练，他们都说好好好。代表怎样？代表你千机大悲咒，这个鬼神他喜欢听啊，他也觉得很好啊，就是告诉你这样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教的咒语，你们可以有信心好好去练啊，绝对是一个好的咒语。而这个座椅第一个能够帮助你这辈子你的病，任何的病你可以练座椅把它除掉，啊，哦，当然这个病有限制的，我学座椅学到现在我告诉你啊，哦，一般的这些无形的病可鬼神病都可以把它清除掉，好，有几种病你治不好，座椅治不好，第一个就是损伤的病啊，哦，你到外面去撞车子的手断了，皮肤破了，
坐一定不好啊，这个一定要看医生的啊，骨断的要接好，皮肤破了要缝好，就这样啊。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病？第二个，你器官损坏，身体器官损坏了，坐也练不好。所谓损坏，就是说你已经坏掉、烂掉了，靠坐椅修不好。这告诉你，所以你们自己要非常小心的保护你们自己的身上的器官啊，五脏六腑啊啊，不要让它坏掉了，就是这样。不要让它，有些人坏掉是因为怎样？乱吃食物嘛，有毒的食物一直吃嘛。知道你像我弟弟一样啊，每天喝酒啊，而且有钱的时候是喜欢半夜跑到那个酒店去喝酒，哦啊，然后拼命的喝酒啊啊，食物也是一样，有钱的时候请那个四公所的人吃饭，一下子一个中午吃了40000块，就这样啊，挥霍掉了嘛，啊乱吃东西嘛，吃到后来怎样？喉咙癌。哦，喉咙癌啊，喉咙长癌啊，那怎么办？割掉啊。那作为这个靠作为有没有用？没有用啊。哦，所以你们对作为要有真正的认识，损坏的器官作为一定不好啊，真正的坏掉的器官作为一定不好啊。比如说你已经里面的脏腑已经坏掉了，作为一定不好了，没有那么好的啊。但是一般的病。一般的病哈，像肝炎啊，肝炎哦，不是肝癌哦，肝炎啊，啊，或者像那个，像那个胃，像那个啊，一般的感冒啦，一般的啊瘟疫之类的病，练坐也可以练好，啊，像那个瘟疫这种各位可以练好，基本上写的很多，都可以练好，啊，而且我本来我今天是就那个吴生华。他最早打电话给我说：“师傅啊，师傅啊，现在武汉病毒、武汉肺炎那么流行，我们是不是想要不要上课？”他说：“华谷山他们已经停止一切活动到二月底，我们是不是也不要上课？”他就打电话来问了，然后我就告诉他：“你跟班长跟那个你们讨论看看要不要上课。”啊，然后那个什么叫他有等下电我了。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说我不能做决定，为什么我不能做决定？因为我只是这个佛教教育厅他们聘请的一个老师而已啊，要不要上课应该由佛教教育本身决定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不能决定说不要上课，因为你把他说我们通通不要上课那不行啊。我来讲我不能够这样做，我对他们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办法讲一个圆满的啊。再过来就是说，我有打电话问那个简宏文居士，简宏文居士说：“哎呀，你们学我的人哈，要知道这个瘟疫是业力的关系啊，你们没有那个业，都根本就不用害怕。就是告诉你很简单的了，啊，这个也是告诉呢你们学法有没有真正了解佛法。”啊，有没有真正对佛法的里面的这些清清楚楚？不清楚嘛？你还怀疑说你来上课会得到啊，得到武汉肺炎？要整套文他也讲清楚啊，这个武汉肺炎是业力的关系嘛？啊，是因为这些得到的是这个，你看武汉的地方那些杀生都是杀野生来出的 啊，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自己造的业力引起的啊。啊，这些关了我们什么事啊？而且你现在在台湾来讲，一般来讲，政府控制得很好嘛，有感染的他都已经隔离了，没有感染他有追踪嘛，他也告诉你说，这个目前这个武汉会还没有到社区传染，所以还没有说就是说这些人都被这些控管起来啊，没有控管也有追踪啊，追踪掉反正这些人还没有发病嘛，对，大部分来讲就是说。它其实在我们台湾的一般的四面多是，是还没有传染到这个地方啦，所以你们也不要这样，自己先那个，对不对？自己过度恐慌嘛，不会的啦，所以你们放心好的，尤其学佛的人，有活菩萨在照顾，
你相信佛教讲的业力关系，不会得到，你们都不会得到，包括师父也不会得到。简通伟也是一样，他说哪里有这回事，他都还是每天照常上课，照常出来讲经说法，对，不会得到，所以你们放心的啊。第一个就是说你相信政府，政府现在还讲了还没有涉及感染，涉及传染，没有涉及传染，在表示他在市面上还不会流传，病毒没有流出来，他控管得很好，就是这样啊。啊，第二个就是你们相信业力嘛，你们没有造那个恶业，不会受到这个业报嘛，就这样嘛，啊，就是告诉你们啊，你们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问的？嗯。无效的，我讲两种还是三种？应该两种吧。一种就是外伤，外伤哦，外伤车子撞到了，或者骨头断掉了，皮肤割开了，这个一定要看心的，作为一定不好的啦。第二个就是你的五脏六腑真正已经坏掉了，所谓坏掉就是这个器官已经坏掉了，是不好的，作为一定不好的。譬如说你已经生癌症，癌症癌肿瘤已经长大了，一定要割掉。你不要说我靠坐力把它练倒，不可以的。啊，但是当癌细胞还小的时候，坐椅可以练倒。这个我导师知道，人家那个西洋的那个宗教啊，啊也是叫基督教，他们用祈祷的还会好。啊，告诉你就是这样，还小的时候，啊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啊坐椅可以，坐椅跟那个。就是靠神力可以把它弄好了，就这样把它消掉了。但是当你已经长大了，啊，就没有用了啦。就像器官一样，像师父一样啊，你肾脏已经萎缩了，作为怎么练也练不好了，就告诉你这样啊。不然师父作为练那么多，怎么会还在洗肾？因为你肾脏，你因为我是肾脏哈第三期。民国四十年的时候，四十几年鬼神脏的时候就开始腰痛了，啊，然后渐渐的尿的时候都有那个泡泡出来了，但是我没有好好去治疗，啊，然后拖了四十年到六十年、二十年，然后慢性肾脏病本来是急性肾脏变成慢性肾脏病，然后一期、二期、三期到三期。到六十岁的时候，第三期转为尿毒症，啊身体已经不行了，快要死掉了，然后才去挂急诊，然后急诊验出来就是你的毛病就是肾脏衰竭了，要靠洗肾的，就这样啊衰竭了有什么救？没有的救了啦，就是要洗肾而已嘛，就这样啊。但是还有尿的功能，就是说你还有。尿的功，但是你那个这样，那个肾脏里面的把毒素，就是我们血液里面的毒素过滤出来排出去，那个功能没有了，啊，所以身体会累积我们吃的食物、种种食物的毒素积在身体，所以必须靠那个洗肾机啊，这个过滤把你血液的毒素清除掉，就这样。所以人家讲说为什么洗肾一洗就洗一辈子，就是这个原因嘛。但是洗肾有没有人好的？有那个年轻人啊，年轻人他刚刚肾脏啊心脏发炎，他去洗肾啊，他会好。为什么？因为他心脏还没烂掉啊，他只是一时发病啊，一时肾脏的功能发病没有了，他去洗肾，洗了差不多三个月半年啊，渐渐他那个毒素洗干净了，他功能恢复了，他可以不要再洗了。有这样的人，真的有这样的人，师父也看过好几个啊，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一句话嘛，哈，真正坏掉了不得救了，但是你没有坏掉以前，所谓坏掉就是说里面的组织坏掉了啊，萎缩了或者坏掉烂掉了，没得救了。但是你要是像花眼一样可以啊，咒语也可以练好，真的。那肾脏啊，他洗肾洗的几个月就好了，啊，所以各师告诉你说，咒语的功效
你们也要真正知道它，它的效力在什么地方。然后有些地方咒语治不好的啊，就是这样，把这个咒语认清楚。但是讲一句话啦，单单这些有咒语的效力都已经够你用的了啊！真的，你身体自你自己要保护你自己啊。在外面坐车子不要开太快，啊，喝酒不要驾车，对不对？啊，然后不要去冒险，不是说哦喜欢去爬山，爬山可以小心，非常小心，啊，啊，像你到野外去，啊，非常小心，啊，啊，就是说到海边啦，啊，到那个，到那个，那个有坡度的地方哈，啊，就非常小心，照相非常小心，你自己。自己不要去跌落了，或者自己去撞车子了啊！就是身体的肉体你自己要保护啊！你要是这方面能够做到，你身体很健康。而且师父我常常讲哈，其实最主要就是你自己要修得好，要有德行的。你要是有德行的话哈，天龙八部时时刻在保护你，你不会出事情的。像师父一样哈，有一次在走在马路中央。旁边有车子，后面有车子，在交叉路口一旁有车子，哇，那是非常危险。我只是说，哦，我骑车骑到这里，啊，一定会被撞到的。但是想不到，这样来都没有撞到身体。我说，哎，这个一定是有神在保护，不然你不可能不被撞到。就这样啊，就是有时候才很多意外的地方，就觉得哎，冥冥中有人在保护你。不会出事，身体就这样，啊，那是你要自己要有一些功德啦，要一些正量的，护法神跟着你才会保护你。要是你没有这一方面的话，那你自己都自求多福了。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啊。啊，还有自己的身体，自己要保护，就像我刚刚讲的，不要乱吃东西，啊，绝对不要乱吃东西，食物上尤其是食物。你把这些有毒的东西、有害的东西吃到肚子进不去，自己把自己的五脏六腑搞坏的，那划不来的。啊，我刚刚讲的，我弟弟这样，天天讨夜店，啊，天天喝花酒，啊，然后天天吃那个大餐，吃了十几年，变成喉咙癌。我们家族都没有喉咙癌这个疾病，只有他出现这个问题，自己业力造成的，啊，就是这样。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哈，空气污染、水也污染、食物也污染，对不对？空气烟嘛，啊，然后空气污染嘛，啊，然后水也污染了，因为水里面，然后开水一直出来，水的底下都结过了一层白白的，啊，那个绿的啊，这种水喝了，身体也会出病，我告诉你。单单讲一样就好。我有一个弟媳妇，不，我那个不是，我那个妹婿，他20年前他就开始喝那个那种过滤可以调节酸碱度的那个一套机器6万块，他天天喝这个，哇，人家现在60几岁，头发还黑黑的，啊，每天有做运动，还很年轻，身体很健康。那我自己。我不到40几岁就，可头发就白了，然后到现在都白光了，人家还，你看人家知道保养，人家差不多20以前就开始喝那个可以调节清碱度，还有能够过滤的水，喝那个最安静的水，而且还有微碱性的，对身体很好。而且但是他吃不忌讳哦，他吃的话哇。哦鸡鸭鱼肉通通吃，而且喜欢吃那个，就喜欢吃鱼吃鸡，人家身体还是很好的，啊，所以一样的啊，单单这个水就好，不同的水，喝了10几年，身体就差别差很大了，一样的道理嘛，啊，你们一样啊，啊，反正食物啦、空气啦、水，也要好好的选择，好好的保养自己。哦，念回向偈，大家合掌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